佢係溶走你啲嘢，然後好似磨咗皮咁樣啊，仲要係一個溫和冇沙嘅磨嘅 peeling 啊，其實都真係好難得，哇！真係好滑噶，呢啲位係平曬噶，同埋啲黑頭咧平咗好多啊。咁咧，俾大家睇咗先。就是 Synergy 的这个叫 Retinol Enzyme 的面膜，中文叫 Vitamin A 酵素活肤面膜。那这个真空泵就是这样泵出来的，那它就会有蓝蓝绿绿色的，是的，啫喱状的出来了。那呢就都是拿在面上呢就薄薄搽一阵，不用搽太厚的，咁好易 spread 嘅啫，唔好太厚，因為佢嗰個敷法咧就唔係話越多越好，唔係淨係講話啲營養咧係滋養你嘅皮膚嘅，佢係一個 peeling mask 嚟嘅。等陣間咧會有，我會示範一個獨特嘅手法咧，係令到佢咧個 peeling 嘅效果咧可以更加好。咁咧而家我就敷十分鐘。點解 peeling mask 會貴過出邊嗰啲咁多？咁梗係啦，因為我哋用嘅係醫學級嘅維他命 A 啦，係 stabilize 嘅。穩定化的，它是一個就好像 capsule 一樣，一個脂質的 capsule 是包住了啲維 A， 跟住去到你皮膚入面咧先會再爆開的。咁佢除了其實調節28日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激發你的膠原媽媽咧係生多啲骨膠原嘅。所以呢個你敷維 A 的期間，其實即係除了話 peeling 之外，亦都會有抗氧化的效果啦。跟住啦，除了維 A 之外咧，佢就加了兩大成分，一就係叫做生物發酵酵母提取物，佢就可以咧增強你角質細胞裏面咧分解嗰啲分解酶啊，咁佢就會增加嗰個活性，然後咧就去除角質。咁然後咧佢再加了兩種酵素啦，一種就係木瓜蛋白酶，咁亦都係蛋白酶就係用嚟消化蛋白質的酵素啦，咁亦都可以即係溶解啲死皮細胞同埋嗰啲黑頭啊粉刺啦。另外咧就有菠萝酵素啦，咁就爱嚟即系量机啊，咁样已经十分钟咯，咁我就要话俾你哋知咧，点样用一个叫做 gamage 法式嘅按摩去角质嘅方法咧，去做呢一个面膜。咁我哋就用呢个方法，打一个 V 字先，譬如我想捽甩呢度啦，好冇？打一个 V 字先喺呢度，跟住咧就用只手咧咁样喺度捽。咁头先嗰啲蓝色 gel 咧，即系挤出嚟嗰啲咧。就會咧，好似藍色老泥咁樣咧，捽下捽下捽咗出嚟噶啦。當你咧摸到啊嗰啲啊，唔知睇唔睇到，真係藍色老泥咁樣，敷唔到添，係啦，連埋你嗰啲老舊角質啊，嗰啲角質膠水啊，唔要嗰啲咧，咁樣出嚟嘅時候咧，就真係好有滿足感嘅。咁我而家咧就用潔面布，咁就抹曬佢。哇，都即除了啲蓝绿色嘢之外，都有啲黄揿揿嘅嘢咯。用纸巾再印一印干咯。即最有满足感嗰下咧，就系你而家摸面嗰下。我唔知道大家，我自己感觉啦，就算喺镜头度咧，我都觉得皮肤系白净咗好多。